哎、欸，所有穿紫色背心的工作人员跳起来啊、哦，不然等一下你要被打屁股了、哦。耶、yeah!！现场所有朋友们，三个一起跳起来！耶、yeah!！恰恰恰恰恰恰！耶、yeah! ！全部一起跳，一起跳！把你的身体动起来，动起来！一样，所有的朋友帮我们当见证人。待会开始之前，双手先放桌上，双手先放桌上。然后 ，3, 2, 1, 3 ，OK。3, 2, 1, 3。是，OK， 一样是，好，对，然后等一下，等一下喝完的就把手举起来，你三瓶喝完的把手举起来 ，If you finish, you put your hands up, OK, okay, okay, 好，台上朋友们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Are ready? 你们准备，台下朋友们准备好了没？好，那我们一起倒数3, 2, 1, 3。我们全第二名看到的。1, 2, 3。所以第一名喝完的是我们三个，那第二名你们喝完了吗？还没。你喝完了吗 ？You finish? No. You finish? Go. OK， 我们还是要请三名，我们要请三名。两位帅哥加油，两位帅哥加油，你们看，感觉非常的。台下朋友们，给我们一点掌声，掌声叫！哇，所以我们唱歌竟然是遥遥领先所有人，看到我们唱歌真的非常。好，第二名，第二名出现了。OK， 我们第三名出现了。OK，All right， 我们的第一名竟然是我们的唱歌，非常的厉害。那我们两位 ，OK，Thank you very much。主持人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你们，谢谢。那今天晚上呢，主要是大家玩的快乐，不谈政治，对不对？所以说今天晚上大家在选举之中，能够大家快乐一下。那啤酒呢，还有大家只要尽兴的喝都无所谓。虽然我得到第一名，可是这是非常痛苦的，因为肚子太胀了啊！别忘记，11月23号。11月23号选前之夜，那个时候有椅子排着了啊，大家回去口耳相传，好不好？因为今天晚上是主要是吸引这些年轻族群，在我住这么久之前，我已经来这边住了十几年，快20年了。我是在那边上面住了比较多久，这比较开发地区也好，住了快20年了。从来没有叫电音趴，所以我今天晚上玩得很嗨哈。所以今后我能够当选市长，第一个，我要把豆子补锌，创新豆子补锌，我要整治像台中的绿川、台中的柳川。到了晚上灯光美，气氛佳。到了周六周日，我们俩我们会请街头艺人来表演，也甚至像电音趴，我们也给他进场，我把它封路，大家能够尽情的唱歌，尽情的跳舞，让他能够在周六周日非常的快乐。同时我一定会像我们夜市一样，到结束之后我要扫得干干净净，
恢复上班，然后到周六周日的晚上一定有水舞的表演，好不好？好，这个就是我们需要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创新斗志不息。我想今天晚上大家玩得很嗨，谢谢各位，别忘记我是几号。没错，那我想今天感谢，因为太晚哈，不好意思影响到大楼，我们也有时间性的，我们这个时候适可而止，到此结束，好不好？感谢各位，谢谢，谢谢，谢谢，再给我们唱歌来点掌声，谢谢。动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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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算。OK， 好，现场的朋友，到。